刘嘉玲呢日喺 IG 度分享同老公梁朝伟一齐出席上海嘅一个传媒晚宴，同场嘅张艺谋导演就获大会颁发卓别林终身成就大奖，而被张艺谋捧红嘅周冬雨都有份上台颁奖俾恩师。伟仔就作为首位获得呢个奖嘅亚洲电影人，都有上台献花恭喜对方得奖。嘉玲喺 IG 就分享咗唔少晚宴嘅相，当中更加有同查理卓别林孙女 Kira 嘅合照。